随着近几年身心障碍人口不断增加，大众也越来越重视弱势族群的运动权利，手摇车 2.0 导入人因设计，采低跨点车体设计，座椅可前后及高低调整，并搭配后抽式双电池，延长电池续航，降低里程焦虑的问题，同时整合电动辅助骑乘功能，因应体能状态及坡度变化，智慧化调整辅助系统。另外，考量骑乘时不易观察后方来车，手摇车 2.0 还搭载后方来车感测雷达，骑乘者不需回头就可以掌握来车动向，透过心跳控制辅助提升骑乘安全性，用 IoT 系统提供便捷的车辆租赁与行动管理服务，让身障朋友突破体能上的限制，享受科技的便利。